万物成其方圆，可雕可塑。在岭南雕塑工艺中，木、玉、砖、泥等均可成为载体，讲述岭南民间故事。这种技艺与中原文明一脉相承，又因对外交流频繁而兼收并蓄，极具地域韵味。每一件作品在现实世界中显露，都凝聚着创作者的心血。我是曹雪，艺术中看见文明，寻找湾区民间文化力量。岭南雕塑如何与这片热土相伴相生？岭南雕塑工艺构建了岭南的精神空间。潮汕过番，侨民发达后，喜爱兴建宗祠，反哺故里。以木为本，修之以金。潮州木雕的金碧辉煌，使我无法移开目光。但在这霸气的外表下，是潮汕人不灭的家族精神。这件金漆木雕大神龛，正是岭南海外游子不忘故土的写照。螃蟹、水草、龙虾等海洋元素被用在家族宗祠，是潮汕先民对子孙后代的美好祝愿，也是他们开拓进取经历的精神符号。随着宗族观念渐渐淡化，作为传统木雕空间载体的宗祠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但潮州金漆木雕依旧焕发活力，民间木雕师坚守创新，接力传承。摸成册雕，你功夫好就做深一点，做多层次。哇，顾大师，这个作品好像体量很大。这一个就是我们潮州最有特色的一种最古老的贴金。潮州人对于海洋的清理啊，已经把它刻入到自己的 DNA 里面了。看这个里面好像全是海鲜一样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潮州人临近海边嘛，就是说这个有这个丰收的景色。一潮州它本身就是从鲁通雕做到各种各样的立体呈现出来，它为主一个特色就是说四面八方不管哪个角度都可以看。是岭南雕塑工艺在方寸之间就有细长。陈家祠这一岭南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传统形制宗祠建筑，集合了形形色色的岭南传统雕塑，这些雕塑也成为了手艺人讲古的戏台。聚贤堂十二隔扇木雕运用之字形构图，串联从商周至宋代的历史传奇故事。墙体上的砖雕用多层砖层营造空间感，随着光影变化跃然墙上。屋脊上的桃树运用三字形构图，展现出完整的故事长卷。广东人也将桃树亲昵地称为十弯公仔。石湾是中国陶瓷名镇，有超5000年的制陶历史。从宗祠脊上到百姓家中，石湾公仔以人物题材见长。
套主硕十八罗汉出自石湾陶硕大家刘泽棉、刘炳，采用石湾传统的石榴红釉。1992年，它的同款由广东省政府赠予泰国淡佛院。石湾公仔兴盛于民间和海外，澳门、香港的庙宇屋脊上也有石湾制造。岭南雕塑工艺承载了岭南的世间百态。白切鸡，这其实是广陵玉雕；地支，这其实是石湾桃树。来桃安桥，来桃安桥。从民间生长出来的岭南雕塑工艺，也将民间描绘的淋漓尽致。在潮州，鼎盛时期的大吴梨树是家家户户的座上宾，是人们在传统节日、游神赛会、娶妻生子等重要场合必不可少的摆件。大吴梨树在东南亚等地的名气成为中国三大梨树 Top One。我们既能从过往的大吴梨树作品中窥探先民的生活方式，也能在如今的作品中再见新生命力。这个作品很有趣，这个让我猜一猜，它是不是取材于潮州本地的习俗呢？嗯，是是是，对，被你猜中了。对，是我们潮汕地区一个最传统的出花迎的仪式，就是每一个小孩子在15岁的那一年，就选一个吉祥的日子，举办这样一个仪式。就成人礼的仪式，成人礼，这成人礼，对，这好像也是这个很少见的一个大场景的这样一个作品啊。嗯，是是是，这一套作品它是2013年呢，也是画这个民间文艺三花奖，你看做得很精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对。岭南雕塑工艺一刀一凿下，是务实又开放的岭南精神，是从古至今的风土人情。大湾区因着文化血脉的串联而更紧密，它源远流长却生机勃勃，至今仍是我们新生代的艺术家创作的源泉。